很奇怪啊，这些我咋来的谢谢影子啪啪。我被他吓昏过去了，完全吓昏迷了，吓得完全昏迷。哎，我的妈，谢谢天空，谢谢。老鼠是从这边过来的吧？我们从这边走。哦，这是一个画布。画布爬行者大量长毛动物画的毒药，火最后解决的办法。有点神经病吧？啊！我操！啊！啊！哎呦！上面的滴血，天花板上面的滴血，这值得吗？有，哎呦，前面那个话可能会出来鬼吓我，你们准备好吧，你们准备好好了。可能会出来一只鬼吓我。他居然用他的下巴在看我，我操！准备好啊，要来了，要来了！哟，我的！哎呀，我是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我操，实在受不了了。哎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我去，吓得老子。还有鬼在叫。这他妈快把我吓成脑残了。走。耶、什么东西在你们哭？在还哭还是叫呢？还是笑呢？啊！别吓我啊！别吓我了，好吧？别吓我了。哎，这个锁链。我拉这个锁链，里面的人好像在叫。有很有快感哦，丫头，莫名的有快感，继续拉。好爽的感觉啊。啊，他不哭了吗？他不哭了。我的莫名的快感。哎呦，我说不上来。那这个门。嗯，这他妈又是哪？哟，人跑光了，人跑光了才好啊！人跑光了，说明这游戏恐怖啊！啊、嗯，好，有人在敲门，有人在敲门，又他妈过来敲门了！我的天！哎呀，开！这小弟玩倒立呢，倒立拉屎啊！他看着我，我的天！别吓我，吓我跟你拼了，杀你全家哦！哎，这个灯光，我肯定要开什么东西，好像是个侏儒。
我操！不对劲，兄弟们，不对劲啊！我等一下回头，别急别急，谢谢莫小兰送的老司机。可以走，可以走，可以走，我先走，我直接跑，我操，我直接跑，先跑。哎呀！上楼，咦，谢谢 YY 送的六六老司机，谢谢 YY。变红了吗？怎么了？哎，怎么？嗯，那出不去啊，变红了。我上面有人在看着我，好像开了某个东西。我这个鬼把这个开了，我操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！谢谢莫小兰送的六六老司机。哎，哎，我快疯了！我去，我快疯了！哎，我快疯了！这他妈四个门啊！哎，这门拉不开呢！哟。这边，嗯，是不是有人坐在这里啊？我操！哎，这个，还是这个，这个也不是啊。我操！哎，真的好焦灼呀！哎，我的妈，真的好焦灼！玩这种游戏真的好焦灼，我的内心，我内心受到了极度的摧残。我操，这你们不能进去吧，我地方有点红有黑的。这边呢，有道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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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个，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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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我错了，我地方赶紧关门赶紧关门。这个猫脸，没有电话呢，电话啊，这边我这边门开了，有机关，我里面有个电话，说话为什么不跟我说话？哎呦！不对，需要电话号码。
电话号码，拉下这个抽屉，妈的，通过娃娃脸一幅画不难，世界上还是有很多没有才能的人，无精打采的画家。这幅画真是有够难看的。那眼睛，哎，他眼睛怎么飘下面了？哎，363是吧？363。没反应啊，我听到其他的地方有传来电话的声音。这里面吗？是不是抽屉里面啊？不对啊，不是这个电话，在附近，在附近哪里？我靠，在上面啊！焦灼了，好焦灼啊！哎，哎，这边出现一道门，雪花送的溜溜老司机。哦，我从楼下到楼上了。啊，这里电话。谢谢幺妹啊，萌萌哒送的溜溜老司机。这下电话号码是多少啊？853，对面柜子掉下来了。853，电话号码853。那电话又打到另外一边去了，我他妈盗梦空间啊！我操！哎，853，我操，这个密码是我推下去的。时间空间都错位了吧？啊，这上面是深渊吗？哎呦！这就尴尬了，这就尴尬了。那你妈，摔死了。菜吗？不菜啊，我觉得我不菜，我觉得我很牛逼啊。哦，这个要重新来。哦，这个时候上面还是好的，这个时候。然后看一下这个，然后再看一下这个丑话，是吧？哦，这边直接走。谢浅蓝送的2500个老司机，牛逼啊！谢谢，我操。853，然后推。这样走路的时候要小心。开门。这无法解决任何问题，以后也不会。It never will. 三什么？咦，你他妈你吓老子一跳哦！354，下一个电话354。
这电话打过去没反应啊。我去，这他妈是哪？我在前面。从深渊那边有几条锁链，我的天哪，我掉去了。哎呀，这就焦灼了，我去，这就焦灼了。哎哎，别啊，别掉别掉别掉，会死的。我操，哎，就在我旁边，没摔死没摔死，就在我旁边。没摔死。You deserve this. 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电话化为了一滩黑水。我的妈！ I needed something to. 一个人手指，一阳指。How should I put it? Final touches. 一阳指。Finger. 几锐子。I needed a finger. Chopped it off. Easier than sawing a leg. Washed it. Dried it in an oven.Fell asleep, almost burned it. 烤熟了，Will I manage to pull this off? Yeah. 我的妈，受不了啊！我操，受不了啊！手指拿回家。慢慢的，我们这幅画就展现出来了。哇哦！哎，画的有点漂亮了，我操！居然把这种东西居然能画成那么漂亮的一个妹子，好漂亮，好想强奸她呀！虽然身上有很多脓包，但是我不介意啊，习惯就好了。谢谢年华浅笑送的十个咸蛋超人，谢谢！我的妈！恶心，恶心吗？哎呀，真的是玩这个游戏玩的刺激，心脏受不了啊。